路透社报道截图，据好莱坞报道7月10日消息， Pureflix 电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斯科特 Michael Scott 暂居泰国，并且在救援现场待了好几天。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在现场见证的勇气和英雄主义非常振奋人心，所以我们将为此拍一部电影。斯科特透露，这次救援行动还和他个人沾边，为了救人而牺牲的潜水员沙曼库南 Saman Quinlan 是他妻子的朋友。斯科特称，他已经和部分参与救援的潜水员交流过，并且通过在泰国的关系联系到了一些被救男孩的家人。他表示，影片的预算在3000万到6000万，暂时计划在泰国本地拍摄。名利场指出，斯科特的电影公司并不入流，主要出品基督教背景的电影，包括充满争议的《上帝为死》系列。对此，斯科特回应，我们没必要把这事拍成基督教电影，只是想拍一部励志片。他还补充道，这是一个由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泰国人共同完成的壮举。然而，据路透社最新消息，领导这次救援的泰国海军和泰国政府签订了华裔导演朱浩伟来把该事件拍成电影。朱浩伟在推特上表示，我绝不会让好莱坞漂白，这次泰国的洞穴救援行动没门，这是一个关于一群人拯救其他人的美丽故事。任何人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最好忠于现实并充满敬意。朱浩伟推特截图，由来已久的漂白。朱浩伟所说的漂白，是指美国电影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即用白人演员来饰演非白人角色。20世纪早期，白人演员通过把脸涂黑或者涂黄来扮演黑人和亚洲人，使得人们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加深。比如在1931年的《陈查理在街站立》中，白人演员华奈·欧兰德 Warner Roland 化身为黄皮肤的华人探长陈查理。陈查理在街站立海报影史上最著名的漂白，当属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中，米基·鲁尼 Mickey Rooney 化妆打扮成日本人国籍先生。电影的这个设置遭到了亚裔美国人的强烈抵制。在1993年的电影《李小龙传》中，当李小龙和未婚妻琳达在观看蒂凡尼的早餐时，发现白人在饰演国籍先生，虽愤然离场。米基鲁尼扮演国籍先生，即便是到了21世纪，这种漂白的现象还层出不穷。2017年，根据日本著名漫画《攻壳机动队》改编的电影中，主角草剃素子由斯嘉丽·约翰逊扮演，被一众人做粉丝皮为文化挪用。南加州大学2016年的一篇报告显示，美国电影中每20个角色才有一个是亚裔，且亚裔角色中只有 1% 是主角。该报告的作者表示，这个现状让亚裔演员和亚裔观众都觉得自己的群体不被重视，网民态度不一。朱浩伟的推特上，许多网民对其反漂白的举动表示支持，更有网民不忘调侃斯嘉丽·约翰逊代表亚洲人，但是也有人并没有急着站队，而是理性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更有人指出，电影公司利用别人的灾难趁机发财。此前，由著名演员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主演的《地心营救》就是改编自一场智利矿难。2010年8月，智利北部科皮亚波市附近一座矿坑塌陷，33名矿工受困地表下700米。经过各国的通力合作，被困68天的33名矿工全数获救，被称为智利奇迹。据电影网站 IMDb 给出的数据，地心营救的预算在2600万美元左右，而全球票房大约是2500万美元。该片并没有给电影公司带来盈利。朱浩伟所在的艾芬豪影业公司 Ivanhoe Pictures 官网显示，该公司投资制作了多部亚洲本土电影，和韩国、中国、印度的亚洲国家有着密切的合作。
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无法准确预估的。电影公司投资一部电影也不是为了做公益，斯科特也好，朱浩伟也罢，他们把山洞救援拍成电影的真正动机无从得知。朱浩伟想要为亚裔发声固然是好事，然而就像他自己所言的那样，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忠于现实才是对所有参与到这场壮举中的英雄们最大的。